Amen.
中眼睛这边，你的手热的时候呢，鼻子那边箍着它，然后呢，慢慢的往你的后耳来搓一搓，好，然后呢，再慢慢的把脚放下来。各位朋友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中国的这个儒家的礼，礼就是礼貌的礼。目前呢，这个礼呢，在现在如今这个社会，慢慢大家都看不到那种的礼，礼呢，礼节、礼貌。然后呢，但是你可以在佛教界乃至于在寺院，你还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礼节。有一位这个将军啊，就是以前在这个应该是清朝的时候吧，还是在民国初年，我就不大记得。就是说有一位将军呢，他呢到寺院去，那个寺院呢大概有2000多个出家人，那个时候正是用斋的时候，过堂，知道什么叫过堂吗？就是出家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叫过堂，过呢是过去那个过，堂是呢对食堂的堂。那么过堂的时候呢2000多人，那这位将军呢，他一到那个寺院呢，他没有听到一点声音，他就看到2000多个出家人非常的有威仪，非常的规矩的，就是在那边吃饭，连吃饭的时候也没有发出什么样的声响，小小声的。所以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个儒家的礼节呢，如今呢只能够在佛寺看得到这样子的风光。所以你看呢，现在呢，唯有在佛寺，你看我们看到佛寺，我们有注重这个所谓的威仪礼节来说，你们知道说进大殿的时候应该怎么进，然后乃至你们还要穿上这个海青幔衣，还有呢，你们知道说互相的这个师兄弟们打招呼阿弥陀佛，或者要这个90度的鞠躬也好，乃至我们礼佛。你们也知道说要顶礼师父，这些的礼节呢只有在佛教界才可以看得到，你已经在其他的团体看不到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礼呢非常的重要。今天如果说有100乃至1000，如果没有这个礼去约束呢，那就乱了套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威仪还是非常重要。我们有没有修行，我们看不出这个人有没有修行，但是他行诸于外的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人非常的有礼貌。所谓的进庙要拜佛，进门啊，进人家的门啊，要问人，就是要跟人家问候，这个就是一种礼。这个礼呢必须要传给下一代的人，否则呢，久而久之呢，大家都不注重那个礼节，不注重礼节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说我们尊重这个人，如果你没有这个礼节这个在的话呢，就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误会。所以呢，这个礼呢很重要，所谓礼多人不怪，是吧？但是也不是说我们的礼是要从内心里面发出来，
而不是做表面功夫了。那么你们要教导下一代的人，要教育下一代的人，必须要你们自己本身要做好，而不是说我们自己不做好，然后要求下一代人你要注重礼节，自己本身要做好。那么孩子们都是看着你怎么做的而来学习你们的，所以自己一定要，比如说啊，你们在佛寺里边呢，知道说啊，应该吃饭啊，或者是说啊，进到大殿啊，穿海青啊，什么什么的，讲话要什么小声。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佛友啊，讲话很大声，然后啊，讲话超大声的。等到他孩子讲到很大声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干嘛讲话那么大声？”啊，其实他都是孩子都是跟着他学的嘛，所以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。一个人修得好不好，就是他的反省的功夫够不够强大。如果说你的眼睛都是看外面，都是要求别人要做好，那其实你的修行还是差得太多了。如果说一个人的内省功夫、反省功夫，他看到自己，那他这个人修行就会进步很大。如果他一直都是看到别人要求别人，那就太差劲了。学习佛法也好，或者乃至世间的道理啊，都是这样子的，要严以律己嘛，对不对？严以律己，所以不要一直都是要求别人。所以呢，你们像是哎走路呢应该怎么走？所以我以前常常跟大家，以前有跟大家上过这个，那个平，不是平庸，就是那个规矩啊，威仪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的走路也影响到你们的福报。业障重的人呢，是什么相啊？就是走路非常沉重，那个叫业障重很像。你知道为什么很沉重呢？他完全都没有很轻轻的把脚才抬起来走路，都是用拖的。啊，有些人那个走路用拖的，你知道这个就是没有福报相。我以前看说为什么走路这样拖的没有福报相，我现在知道了，因为你这样拖啊拖啊，为什么？第一，你把下面的虫拖死了，你也不知道。第二呢，你拖啊拖了，然后你就是把这个拖鞋呢怎么样，一下就损坏掉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就是把那个叫做什么，这个应该可以用的三年的东西，你就一年就把它结束了啊？是不是没有福报？浪费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很多很多就是都要学。所以以前师父有上过那种，就是说这个沙弥律仪里边的一些的规矩，比如说啊，应该怎么跟师父打招呼啊？像以前很多人就说，啊，师父我要去供养，然后师父一边吃面，然后吃面边吃一半外面，然后还要拿你的红包，你看这样子。这个就是要的。以前我们还说啊，师父剃头的时候不用顶礼。以前就是在师父剃头，有时候是在外面，你们可以看得到师父剃头，然后剃一半也来顶礼，那个像什么呢？就很多都是要学习的哈。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在跟师父说话，你就知道说等那个人说完话，你有什么事情再上前，是不是？或者你很急的话，啊，对不起哈，我先跟师父讲几句话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现在就大家现在太紧张的时代，就有时候就忽略了。那么如果这个世间法这个没有做好，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呢，你说这些你都没有做好，什么都是乱七八糟的，你这个养成一种习惯性以后呢，习气嘛，你到了那个极乐世界，也许哈，万一了哈，你很有福报到极乐世界，然后你都没有注意要跟诸大菩萨怎么说话哈，然后像有人要请法，你是不是说双手合掌请问师父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不是，哎，师父请问你哈，还不错，还有一个请问，哎，师傅，我很不了解哈，长得用 A 的，师傅长得蛮高的，怎么会变矮 A？